这里是由芬达冠名播出的牛气满满的哥哥，果敢玩出彩，好喝好玩就看我的。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，了解更多相关节目资讯。欢迎来到这一期牛气满满的哥哥，不舍得最后一期收官了，大家加油好不好？加油加油！最后一期我们依然有蔡老师陪伴我们，欢迎蔡老师。赶上国庆节真的是我们所有人都心中充满着对祖国的祝福啊，所以今天在我们节目就开始的时候呢，我真的我们一起唱一个歌。好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我的祖国，清晨我放飞一群白鸽，为你献来一枚金色的麦穗，这是儿女们心中希望的歌。对，就是要把我们心中最美好的祝福送给我们可爱的祖国，祝福祖国生日快乐。我想问问我们的这个小哥哥们，你们小的时候过国庆的时候怎么过的？我的父亲是名军人，节假日的时候就有机会他从部队回来啊，或者是我也有机会能去探亲，也能和家人见面，更重要的是和家人一起来祝福祖国的生日。对对对，你呢卫龙？我记得最深的就是放十天假哦，国庆节的那个可以放假十天假、啊、对，我小的时候国庆的时候特别逗，就我爸妈带我到广场去度国庆的时候，我小时候刚刚认字，我说爸妈他们怎么都知道我的生日今天我们是在长沙，长沙已经连续13年被评为了中国最具幸福感的城市，人均幸福指数非常高，我看今天大家的着装也非常的有特点、啊、这边非常的热闹，好有这个小龙虾、辣椒、糖油坨坨，这是湖南的一种街边小吃。龙哥是这个厨师，厨师对，因为长沙是美食之都嘛。所以来的话我就穿这样的衣服。那龙哥给我们做一餐那国庆大餐吧。你看啊，做菜了啊，做菜啊，热死我了，太热了。潘哥突然来，哦，原来是你啊。吃虾的时候呢，这个虾线还是要抽的啊。嗯，虾线吗？这是真有虾线啊。我吃虾线好馋。哎呀，这个虾线为什么这么长啊？主厨的手法很专业。这虾是吃了多少东西啊？虾中极品。对，长沙的极品虾。龙龙呢？你是被移出群聊了吗？没有没有，其实是芒果。哦，有心有心，把台标打在这里。对呀、啊，而且把芒果放在心中嘛，因为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张湖南的文化名片，然后让很多的朋友了解到了湖南，了解到了长沙。因为我觉得长沙是一个迸溅的青年思想，包括有着优秀革命历史的城市。嗯。然后呢，那就是特别感谢革命先烈们，然后因为他们，我们现在才有了这么美好跟幸福的生活。所以我今天穿了一个长衫，嗯，爱国青年，红色发源地，嗯，觉醒年代啊，你们三个人有点像，是不是啊？然后我们给自己起的名称叫做岳麓书友。岳麓书友，因为每次一想到长沙，我们俩会想到是岳麓书院，而且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成为一个有家国情怀、有爱国担当，同时也是一起奋进的青年学生。因为我们也是属于在这个很年轻的阶段，我们也在不断的学习，所以说想以这样的一个精神来鼓励我们自己。嗯，说得好，说得好。其实这一季呢，我们去过郑州、湖州、
昆明、上饶，然后一些非常非常美丽的城市。最终的一期我们选择在了长沙，当然今天我们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玩法。哇哇哇，这一期终于到来了，耶、yeah. 好，我们今天会给大家分成五个组啊、五组。我们不是说每次都想融合大家一起能够玩游戏、啊、今天就给大家一个机会，就是一个大哥跟一个小哥搭档形成五组，我们进行一些小游戏的玩法、啊、好不好？嗯，所以我们节目组就用了一个非常非常直接的方式，这个好玩，就是绳子的一头另一头是谁，这应该牵虾线啊。宽哥你趴在那儿。做只虾容易吗？是不是有些人心里是有意向选择的？哥，我选这龙弟。大哥跟小哥啊，后悔了吧？这个时候后悔了吗？好，来吧，每人揪住一个头，一人选一根呗。然后我们就一扯，然后就看到自己的搭档是好吗？来，大家都选好自己心仪的那一个啊！三、二、一，走，走！这我哪能摁得住啊？双庆，吉庆，双庆，国庆，耀庆，心想事成了，美梦成真了。哪里？你的第一选择是宋威龙。这是一个普天同庆的组合，名字最后一个字同音的都会在一起，哎，真的双龙。哎，对啊。哦，戏珠。我觉得我和龙哥组在一起，我觉得是很强。和龙哥组队，我信心爆棚，就是感觉躺赢。对对对，我们就不用比了吧。好，我们直接宣布抽卡吧，来。我跟你说，我们有个组合名字叫邻家男孩，好吧？哇，好。秦昭林、李维嘉。哎呦，邻家男孩，哎呀，谢谢。好，我们就有与君同行啊。哇，与君同行，我都没有想到与君同行。小乔哥连起名字都这么优雅。我跟君君也是特别有缘，第一次来的时候第一辆车我就跟齐君坐在一辆车上，哦，收官我们俩又能组队，缘分从开始注定。是的，对啊，与君同行好棒啊，这么有想到。这边好像也是老搭档啊，也经常会碰到。缘分，缘分组合，缘分组合。哎，一瞬间组合啊，一瞬间，一瞬间可以。好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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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那我们各组已经组队完毕，恭喜五组。哎，我要说一下，你选到我，我们有个 buff。对啊 ，buff 就是星星，因为玩游戏他会代替我。哇、wow, ，就我们还多了一个人呗。对，就大部分都是我跟邢昭林完成游戏的。是的，想看想看，这个绳看似牵在嘉哥的手里，其实牵在了欣姐的手里。你把台本给我。恭喜大小姐，恭喜大小姐牵线成功。他们俩的组合叫做心灵美组合。不是，我感觉我们俩这组弱爆了。不会啊，欣姐你就是天降神兵，很厉害。你愿意跟我一组吗？当然愿意了。我可以，因为我觉得他有一种天真的莫名其妙的乐观，跟他学习。你们俩今天会是用言语还是用行动？当然是言语。谁说的？一条路走到底，今天就是靠行动取胜。好，那你加油哦。加油。好，你加油。 OK， 我们组队成功。好，好，马上进入我们这个游戏，名字叫做水池版的抢凳子。哇、啊，听起来就很刺激。很简单，我们这个游戏规则就是音乐响的时候大家跳舞，音乐停止后立刻跑向救生圈并坐上，到计时结束未能坐上救生圈的淘汰，救生圈数量逐渐减少，最后剩余的一人所属队伍获胜。好，来，大小姐下池子玩，怎么着也能要保她进个第二轮吧。总决赛，我觉得你们可以把她抬上座位，好不好？来一点有爱的戏码。承让承让。OK， 现在有请十名选手做准备。走喽！哇，走哦！哇，好凉快呀、啊！很爽呀、啊！小哥队的朋友们，你们可以针对我，但不能针对欣姐。他们不会针对我。从头到尾，我们都没有想过针对欣姐。那就好。
一边一个吧，保险一点，因为这边保大小姐。五个合作，达成联盟。可哎，我们先玩水吧。不是打水仗，是跳舞，跳舞。来，好了，不要闹了。好 ，music 正式开始。上的两位是啊，好可惜啊，啊，好可惜啊，啊，怎么会这样？配合好啊，啊，配合好。庆庆组合，你们有点无心恋战，无心恋战。没有，蔡老师在帮助我。其实他们在帮助星星，他们在帮助我。对，好，我们请双庆离开泳池，接下来下一轮是八进六。哎，卡住了。现在呢？哎，我好像卡在这里边了。我给你往下摁点，给你。快，谁来帮一下欣姐？哎呦，来帮一下欣姐，卡住了，欣姐卡住了。一、二、三。哎呦，真是卡住了。欣姐马上就卡了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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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。哎呦。吴昕是进也进不去，出也出不来，上也上不去，下也下不来。这麻烦了，这麻烦。但是就是这样的，他也进入了下一轮，大家掌声鼓励。接下来只有六个位子了，再次细化一下规则，大家跳舞的时候尽量站成一排往后，好不好？来，音乐 ，Let's go。让汗水尽情摇摆，告诉我温秋莲接受这邀请函。 I love you 走进角落的黑暗， Don't you know 给我全部的爱。 I need you 安慰我的不安，跟着我进入摇摆，跟着我不要伤害，跟着我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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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做到游泳圈的是三哥，小乔哥。哇，小琪，你帮了我，你自己还找到了地儿。乔哥在那给我占了个位儿。就这样跌跌撞撞，我们恭喜吴昕又晋级了三轮。黑马大小姐，好，我们请三哥、小乔哥离开泳池，下一轮六进四，音乐。
宝欣姐进决赛。欣姐快上！欣姐快上！不敢相信吴昕又抢到了一席之地。帮助我帮你！快来，鹏哥，快来！宝欣姐进决赛，总决赛，总决赛，明哥好伟大呀！快来，鹏哥，快来！这轮没有抢到位子的是小西跟吴奇隆，来，两个人到这边。好，龙哥居然主动抱住了小西，我心想，哎，那我空这个位置我就上去了。如果不是因为我学长开头一句话说要保欣姐进准决赛，大哥队不会到现在玩全员淘汰，只剩你了。谢谢你们。我觉得欣姐每留一轮，心里面都是觉得难受。欣姐长怎么还在这儿？感觉是最后一期特意给我开了个环节。哎，这样吧，我们三个就好好争这个，让把欣姐先摆上去，咱仨一块争这个啊，好吧？好，欣姐挂上去啊，是有点胜之不武哎。音乐，哎呦！五个日出，我送你365个祝福。四百四十圈。哎，快快快，这里有柔技，快快快，这里。吉祥的光。